百货站吗？因为它超过好几个。你没有发现，完全没有发现。我一直在问自己开开开。对，我一直都很自恋状况在处理我自己。对，我不管。但是安仔，我感觉到他开得很顺。为什么你以前有常开这种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第一次吗？也是不，也不是，也不是。之前有玩过。有玩过。这算很简单的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好吧，所以我们打算放弃赛车这一环，去玩别的游戏，看看我有没有比较有机会可以获胜。至于有什么惩罚，我们等一下来问一下制作人 Worry。紧接着下来就是我个人的强项篮球，所以我觉得完全看不出来，我觉得我应该会赢。但是我真的很想问男生，因为我刚刚在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常常看到一个男生，然后自己在这里投。你也会这样吗？完全不会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想要来投篮球机？不开心啊，想不通啊，然后投就会通了啊。因为还买三个，三个。而且台湾天气比较不好，对，室内篮球场又比较难租，可能没事，这些年轻人来这边练。真的吗？你会吗？你平常喜欢玩这种吗？没有说很会，对，但也没有差到哪。所以你如果到游戏场，你第一个会玩的是什么？夹娃娃。对。夹娃娃，对不对？我有认识很多男生很喜欢夹娃娃，你喜欢夹娃娃？我完全不懂怎么抓。怎么抓娃娃？怎么抓娃娃？怎么抓娃娃？完全不懂。而且我觉得蛮怪的。真的？那你觉得男生夹娃娃抓到就 OK 啊？没抓到，很丢脸。抓不到，有不放弃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见过有一对情侣在吵架。一定要抓给我，一定要，我一定要得到。好，我慢慢的不动，好不好？然后后来吵起来，两个人吵起来，对对，很尴尬。所以你觉得在游戏场最帅，然后跟女孩子玩的最开心的应该是什么游戏？应该是篮球机，但要教他丢丢丢丢丢丢，哎呀，没有进就算了，这样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好。怎么了？觉得你讲的真的很有道理。你觉得有道理吗？忍不住就。你有带女生丢过篮球机吗？没有，好像还没有。真的吗？好，那制作单位很抠的，准备了三个代币，一人一个。好。一人一台，然后就进入我的强项篮球，然后要走喽，走。120分，再战101分，侯佩岑只有38分，所以今天的冠军是安仔第一。安仔38。
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吧？可是我刚刚自己在丢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蛮厉害的，对我自己丢起来整个感觉很好啊。继续坏掉。你看丢一丢，自己变什么变？对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也差太多了吧？我是你们的四分之一耶，我不相信。魔法好像是你，相信吗？再一次。我在冒汗呢，其实你不觉得很累吗？我觉得我的发呆就是累。因为你们两个刚刚都有丢两次，我只有丢一次。那你一次而已吗？因为你们有可以再比赛吗？你们有竞技，第一次竞技要快到50分。今天的比赛结果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是假如是不喜欢运动的女生，不要到游戏场跟男生玩，因为会输得很惨。那运气有一个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好，可是这样子的话，等于是今天安仔都是得第一名，那我们两个接受惩罚，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让我？三个人的比赛，安仔第一名，他可以不用惩罚，他剩下都要惩罚。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现在我们俩再演一个戏，好不好？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不合。好吧，那我们来看等一下有什么惩罚哈。安仔以2战2胜成为冠军，佩岑和仔仔究竟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呢？请看。颜色等等都很黑。位置比较小，你们两个坐上去，然后被拍的感觉应该是蛮开心的。谢谢安仔，谢谢。坐，上去，来。头得坐，再头嘛。好吧。周渝民。两个人坐吗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敢打？就这样子啊？快乐，对，快乐一点。好，活在当下。他活在当下，活在当下，活在当下。对。然后我的其实就是下一次主持娱乐最好跟我说，不要再来这个地方出外景了。好啦，不过今天真的要很谢谢两位跟我们一起玩啊，还是要告诉大家说，因为你们最近啊合作的这个新戏，其实一推出就受到好多人的欢迎，然后再次谢谢所有支持你们的观众朋友吧。谢谢，就这样啊。可以，周哥。你要常常来台湾啊。对啊，对，看三十米吧。好啦，谢谢两位咯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最后做一个非常可爱的动作，一人做，每个人都很可爱的那种，快点，先走。没有，你要装可爱，快点啦。他先吗？仔仔。好可爱哦，在镜头，可爱，哇，OK 了，OK，简单，你先了，好恶心，快点，你那可爱呢，笑死。
深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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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深